欢迎我的大小姐。我们在此共聚一堂，送别我们2021年最后一个日出。天公非常给力，今天是最美好的一个日出啊。现在我们把镜头转过来啊，镜头转过来，竖屏一下。大家也可以把直播间分享出去，让更多的朋友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。感谢大小姐，感谢所有的家人们啊。